是我男人。看来是我管了你们的家事儿了。啊，不，大哥，刚才是您救了我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，家里欠了债，没法还了。我爹就把我抵给了那个从来没见过的恶棍。我不愿意，他就到我家逼婚，我就逃出来了。重庆有亲戚吗？没有，我本来是想逃出来躲两天的，没想到他追到了这儿。他说要是我不跟他回去的话，他就跟我爹没完。大哥，刚才要不是您救了我，我还真不知道他会对我怎么样呢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家里还有我娘。
你想看看你的母亲，对吗？张夫人带走，快走，放下枪，不然我打死他。没事。
处长，老张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这次又多亏了他了。没什么。哎，老张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我不是不放心你们吗？一定要小心呐。你也得小心啊。啊，放心吧，我啊，死不了，我是长生不死的。哎，对了，处长，我问你一个事儿。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雷长生的人？你叫雷长生？雷长生？长生，长生，我们都不会死啊，我们都会长生不死啊，长生。闪身！韦董，农儿，农儿啊，农儿！我走了，夏冬。抱住。Thank you.
喂，好的，知道了。组长，学校已经去过了，确实有唐七这个人，不过他已经请假很久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。继续搜查。是。耿家栋。哎，同志。里边的人在吗？赵耿家栋啊。对。不在啊。哎，那么回来了。追走。好。请问有救货吗？这里没有救货。哎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哎，新鲜蔬菜嘞。这菜怎么卖啊？里边有鬼。今天干不干？今天必须干。好好，一会儿见。高红林，电话。喂。
特别是你们几个演武戏的啊，千万不要受伤。切记啊，演出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活动啊。好，放心吧，团长。好，你们准备去吧。哎，好。团长，红莲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办戏啊？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我男朋友来看我演出，行吗？不行，我不是说过吗？今天的演出非同一般，没有特别允许，是不能进场的。连我男朋友都不行吗？那也不行。如果他实在想看，你看明天行不行？啊？不行，他明天就走了。可今天绝对不行，这是剧院的规定。那，我不演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演了？红林，你可是这个戏的顶梁柱啊，这个时候怎么能耍大小姐的脾气呢？说不演就不演了呢？团长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如果我演不好怎么办？演不好还不如不演。这样吧，待会儿你把他从后台带进来。不过下不为例。谢谢团长。你告诉他，他只能待在后台，哪儿也不能去，要不然我这个团长可就当不成了。团长你就放心吧。赶紧准备去吧，马上就要开演了啊。好。哎，团长。哎，来，快点快点啊，快点，抓紧准备啊，早扮三光晚扮三慌啊，来，该化妆化妆啊，好了好了，换服装得赶紧啊，快快快，团长，好，红林，哎，把那道具箱子抬过来。来了，抬过来。您好。红林，再跟你说一遍，下不为例啊。嗯，团长你就放心吧，赶紧办戏去吧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嗯，你在这儿拿眼睛去，我去化妆了。哎，你们把那装好了。哎，我化妆马上过来。快一点快一点。哎，快点啊，上场了，该穿的都穿好了。组长，不好了，耿家栋他自杀了。什么？他的袖口里藏了毒药，快走走啊。处长，局长，处长，我们找到了一个重要线索。什么线索？今天指认耿家栋的那个男人说，最近他的家里常常出现一个貌似唐七的男人。据他回忆呢，耿家栋对外宣称，这个男人是他从北京来的一个表兄。哦，还有，他这个表兄呢，跟京剧团一个女演员关系非常密切。那个女演员叫什么？叫高红林。她人在哪儿？现在在演出呢。在哪儿演出？在新华剧院，为京剧首长演出。
好。太精彩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累吗？累。我看出来了，今晚你好像特别卖力。一心，有你在，我心里。红丽，来来来来来，快点啊！对不起啊，您别慌，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就是高红林吧？是啊，你是？
去吧。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不过我认识你的丈夫。西东，他怎么了？他死了。西东，小声点，别吵醒了孩子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是来给你送行的。不管你是谁，如果你能保证我孩子的安全，今天你想干什么都行。
不过你现在对我没有任何价值。祈祷吧。处长。哎，小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好了，新子荣家出事了。快走。这孩子多可爱啊，没有一点攻击性，你看他像什么？先生，我不知道。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一颗炸弹，准确地说，他就是一颗炸弹。他会在一个夜晚潜入到某些人的梦里，变成他们永生难忘。